这个位置的话，赶紧走过去把那个板子放了，他肯定想不到我会到这边来，对吧？红蝶，好家伙，被专业对口了，他从那边过来，他已经看不到我的脚印了。对，他没看到。好，转移目标了，家人们，这个板子一放，他是不是啊？应该是从里面绕过来了，对吧？果然从里面绕过来，然后我再跑过去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直接拉爆了，这个距离，两个蝴蝶能怎么样呢？两个蝴蝶，看看，对吧？这波是智力的取胜了。这一根棍儿给我整笑了，妈妈生！但是这其实还好，对吧？还好，虽然看着有点怪，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选点。就看屠夫怎么选吧，他选了个，算了，应该也差不多，反正他这，对吧？铁了心抓大船嘛，肯定来找我的嘛，那我就跟你好好的斗一斗。他在那边海边，那我，对吧？我直接上船吧，就先不去海边了，先上那个大船看一眼，他到底什么鬼？露头了，看到了。我操，红蝶，好家伙，红蝶看到了，好小子，看他从哪边来，先不急，先看他怎么来，怎么心跳这么大呀？好，过来了，还是过来，直接翻窗加进来，直接冲过去了，对吧？应该是够的，对吧？这种拐角多的地方，红蝶不是很好飞的，直接冲就完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其实，直接翻，他应该在我屁股后面，对，果然在我屁股后面，这个板直接下，直接冲，根本不跟你博弈。冲就完了，对吧？它都是拐角，蝴蝶不好飞的。蝴蝶飞歪了，可以直接砸板。那我感觉要吃到了，下一飞我要吃到了。下一飞吃到也够了，其实就这样吧。躲一下，还是吃到了。那就去这边玩吧。我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对，他选中场也够了，这一个八音盒差不多。要是后面来跟他玩吧。好，这个蝴蝶飞的不太行，那我走了。坏了，我迷惑走位了，坏了，出问题了。好好好，躲一刀可以。妈妈生的，我迷惑走位，记得那么好。4 3 2 1，好好好。他飞不飞？飞是吧？那我走了。冲，好好，哎呦，还是死了，没办法。这真是，我以为距离够了的，没想躲他刀，结果距离不够。好亏呀，这一波技能刚用，然后就倒地上去了。下波下一个技能能不能好啊？应该是能好，他还要踩八音盒，跟你说，这八音盒他必踩的。哎呦，好难受啊！我这波，这个八音盒在旁边，我以为那个八音盒能把他困住的，结果不太行。捡盒子，我操你，飞轮，真是啊！你们屋里玩家都是这样对吧？那我真是啊，道具比性命还要重要啊！现在就是六鬼了吧？他现在技能还有，闪现。没加过技能应该是闪现吧，对吧？应该是要闪现把我杀的，这是绕一绕。这个飞闪现，您的闪现，我咨询您的闪现。拉紧直接冲吧，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冲，有点迷惑。但是他比我更迷，他这个飞放歪了，对吧？那我就又回到梦开始的地方，闪现还是闪，对吗？你早点闪嘛，跟我学一学嘛，早用早 CD 嘛。总是想着不用闪现就想拿下我，做梦也够了是吧？应该是一个感觉还是要输啊，不对，输不至于，应该是一个平局的面，对吧？166的有点不太好，16如果我玩的好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就是对吧？1693 1694，但是我166的不太好，哎呦，只能看我下来下椅子之后那个给他看一下我的技能 CD， 对吧？让他稍微拖一下我。我想想我去哪，我能去哪呢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，他不会迟到了。反正你越晚救越好。不要震了，好，套下来可以。抽刀，放蝴蝶飞，那我走了。这太客气了吧，红蝶小姐，太客气了吧。然后我再来这里，对吗？就这个点位跟他随便一玩，这把对局我感觉应该是有了。好，看到我飞过来，你这飞对吧？你还是要踩这个东西，那我直接走了嘛，对吧？他肯定要踩，我走。他这个飞没飞到旁边来，肯定要踩那个板子，碎那个什么东西的。我靠，你居然还在互摸，别互摸了，家人，看看我，先修吧，家人。一刀，他要往哪边走？他要飞那个窗户，那我走这边吧，对吧？他肯定是要飞那个窗户。好，窗户他还断飞了，跟你说，你们看到没有？
他那个飞断了一下，他那个飞断了，有点笨，这个飞过来有点远，他这个应该打不到我，我应该能走。佣兵还在旁边尽忠职守啊，帮我扛刀，嘿，走了，直接上二楼，我得上这个小船也够了。我操，我还要拖好久啊，不太够啊，翻下去，加速提速冲，不知道够不够啊，很难搞啊。你这飞它怎么总是断呢、啊？这个飞，这红蝶已经感觉有点失去理智了，它闪现应该好，闪现，它肯定这样闪现的，跟你说。但是我有佣兵，我有兵子，家人，兵子还能给他砸一把。我靠，兵子好帅啊，兵子，这佣兵玩的真厉害，这佣兵，对吧？这几波尾随都尾随的很好啊。然后我再往前面稍微拖一拖，这电机应该就好了，对吧？他要跟过来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希望你在我附近。好，飞过来，我在这里跟他绕一下，电机就压好，对吧？跟他转一转，不急，跟他耍耍，不急，电机应该压好了。对的，可以。那我这持刀走了。你好，甜蜜暴击，洒家先走了，洒家。他应该没有封窗吧，对吧？他那我就自己跟他玩到死了，希望你在我附近。对吧？就这个点位，你没有封窗，你就算是红蝶，你也得给我躺在这里躺着，垃圾得了吗？传了，好，我走。画家要遭殃了，画家，那我先走了。画家甚至还能再拖一会儿，那我这把就，对吧？三个人的那个门，这把直接三跑了，舒服。这佣兵真的给他点赞了，玩的真厉害，这佣兵。OK 啊，家人们，最近不是新赛季了吗？让我来看一下新赛季是否卧虎藏龙。对吧，看能不能看看对面监管到底什么水平，让我看看。选这里，那你肯定追星儿吧，星儿啊，巨窝也是一样的，都一样，看看怎么选吧。我靠，不长眼是吧，泡芙阿姨还有那个新出的那个什么紫皮，好勾巴丑啊。啊，反绕过来，但是他这应该是绕过去了，对吧？应该是，对的对的对的，他在那里捏技能想骗我，直接翻吧，这记录应该没给上。又开始反绕了是吧，这有的时候对啊，又反绕过来了，垃圾人被骗到了。这个人真的很喜欢反绕啊，他真的很喜欢反绕啊。放板挂的被记录到了，完了，这个板子可以抬起来。哎，他怎么没有抬啊，没记录到吗？不知道啊，他到底有没有记录到抬板，放板的试一下看，你有抬板吗？那看起来是没有，他应该是没记录到啊。有，这哎，这有点对吧，他那个闪现应该好了，直接走了，不管给不给那个什么了，直接冲吧。地下室不在这里，我直接往这边小小的一冲，这不能反绕了吧，他能偷偷到我，有可能反绕了，果然反绕了。这个他真的很喜欢反绕啊，这个人他真的非常喜欢反绕啊，他善于反绕啊，家人。我这不拉点闪现啊，也可以了，闪现片转还可以，对吧？可以接受。我会被挂地下室去了，爬一爬吧。这应该不会挂，完了，地下室完了。哎呀，完啊！他不挂地下室，好好好。这明明能挂地下室，他没有挂，好好好。那就没事了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啊，这是幸运儿，他真的很幸运。直接拉走。我靠，谁能想到呢？拐角藏着一个幸运的儿，妈妈生的，赶紧跑吧。再拖一会儿吧。这个地方得跟他博弈一下，他好像还有一个台板，完了死了，忘了这啥，他还能把这板子放下，他确实有点熟练度啊，确实是有东西的，对吧？这一枪直接机子都快拖好了啊！你爹来了，我操，咕咚，我操，你爹来喽，帮我挡一刀吧，咕咚，好人做到底，帮我挡一刀，谢谢你，我会记住你。放板，翻过去，然后直接开始冲，对吧？前面这里还有个窗户，我还能冲。好了一场接，但是无所谓，直接翻冲，对吧？直接开始冲锋，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，有一点小小的，这刀好像要吃了，躲下，还是死了，我好像还带遗产来了，坏了，爆炸了，家人。但是我现在还是零挂呀，这零挂你对吧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才刚上挂，队友这单感觉队友都挺会玩的呀，对吧？我应该是运气好，碰到那种就是对吧，刚从那个什么七阶掉下，跟我一起掉下来的。我上赛季是七阶十三颗星，掉到现在这个赛季是五阶三，对吧？他们应该也是跟我一起下来的，差不多。他这么拖到现在，闪现估计好吧？
专心破译，我的家人，专心破译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想下我去呢，反正肯定不能再死这里了。他扛刀，不会震了吧？我操，帮我扛刀吧。好好，谢谢你，直接冲，开冲，对吧？我可以直接冲到那边去。他技能，哎，技能好的，我也防不了，只能直接冲，对吧？我能做的只有冲锋，转目标。啊，你娃娃都没用，你认真的吗？你啊，哎，这个鸡爷是怎么回事？你玩到现在，娃娃都没放出来过是吧？这在做什么？没有挽留的厂长啊，张狂风窗吗？这带的什么鬼啊？认真的吗？啊，个顶个的抽象啊，一个 GS 打到快开门战了，他娃娃没扔出来过，然后一个厂长没有带那个一刀杀风窗，那个风窗那个什么张狂，这真的是颠七局吗？啊，不对，不是颠七局，七阶九，妈妈生的。今天开始九月的抽奖活动，这次的奖品是3份690的回声。抽奖方式：一、订阅频道；二、按赞和分享这个视频；三、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“司机最棒”。这个抽奖活动截止到10月1号，10月2号公开中奖者。